矫正配珍脱稿演出，短剧当场变闹剧。我们以前有合作一档，那你知道我跟佩珍就是好好来，然后讲的都跟剧本不一样。啊，老公你要上班，然后他就说好好，那我带着走。他说不行，你一定要在我面前吃完。重点是这一切的过程当中，居然没有人喊咖。那个剧我写过两集。听起来讲的是现实的打击啊！今晚8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今晚开战吧。